上次才活着。都给我咬！哎，那个蝴蝶会动哎，那是风吹吧？喂哥。哇，小小世界哎。我们刚刚用跳的，上次才活着。我真的不懂。Dinosaur。为什么要重复？就这样。I'm sorry, bad joke. Bad joke. 刚我们是没有没有。哇，刚刚是谁？二十分。啊，都没有人呢，因为太挤了。这是回收的啦，另外一边下去。哦，是的。有啊，这有人啊，有一个人呢。他们就是有人就没有了。这样其实蛮小的，这也会停吗？不会停耶，这要跳了。那个是什么啊？像急流泛舟，对，非常之平稳。Our first ride。嗨，大家好。我给我咬。急流泛舟，急流泛舟。它这边都没有遮住，六福村这边都会遮住。帮你遮住。So sweet, OK。好巧，是你室友吗？哈哈哈哈 Oh no! Oh my god, 超酷的！是谁呀 ？What's next? What's next? 很冷，还是烤干的？这种烤干哦。是水汽，是我今天早上温暖哦，他超湿，我超湿，我要去玩那个 China， 那个会更冷，我真的确定会，一次湿到底，要出发，要进入 China Town 了，喷水池，无家了，你什么意思？没有这个湿，哎，好中国的音乐。Welcome to China。台湾的歌是什么？庙会那种。庙会。它只有一个，这里有些小心危险，五六七八。哎，各位哇！他说 ，Please remove hats and glasses。那绝不用。那是谁？哎，好爽啊！我要抢光棍。这里耶！我们要准备更湿了。哦，比你多棍。我会抓，我会抓好。来。我觉得还好，还好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不不不！他真的直接跳到哎！啊，我们刚不是也跳车吗？Pardon me, folks. Here comes the Puff and Whistle Railroad. Please stand back behind the white. 刚玩完了，根本就这工作完全不会累。这宿舍那里到底在累什么？他们的奴性完全 OK 吧？他们说很累哎，而且他说今天假日会更忙。应该他们就是一直要在面东张西望，不能完全休息，他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累。阿三也是工作 ，OK。我知道，对，一小时喂。这边的同事们只要坐在这边一小时，就3000多块，一整天。哦，对了，讲错了，一天。机动组做那个。哦，超赞的，超赞的。你喜欢太阳？对啊。Enjoy your ride。唯一一个要排队的设施，我们要坐第一个。不是我们超过逛一圈 ，Yeah。
还要唱歌。这个我完全没有意思。哎，小欧，我觉得小欧当那个最右边那个掉队了。当小欧很棒。就已经分配好角色了，各位。Can you give us a dance, Daniel? 他的头感觉就是。